大家好，我是老田。我是依依，我这头发散下来，有点不像我以前的样到了，走，开门。子。爸爸，你会不会骗我？不会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啊？推推，对，我是要走过去，还是开车过去？开车过去有点远了。这外面好凉快啊，妹妹啊，对呀、啊，好大的风。我这么矮都要到你这边来。多吃点饭，走吧。我想给头发留长点，变成那个动漫里面很长的那种头发。是吧？你这头发都好几年没剪了。我不想剪，有一次剪我都哭了，所以我想留长点。好，马上快11点了。买了2袋。爸爸，我想问一下你，为什么你那些人都不穿衣服，好渣呀？好渣，不穿衣服就渣。对呀、啊，那些人，人家在那吃夜宵凉快啊。凉快也不能这样吧，穿个短袖啊，他啊？不能不穿衣服啊，是不是啊？妹妹啊，我们两个在下面吃算了，好不好？我信你个鬼，你个糟老头！嘿嘿嘿。爸爸，嗯，你怎么想到给我们吃的了？我肚子饿了，好你吧，姐姐说不吃的，饿他两次，做的。饿她2顿啊。这么顿夜宵不容易呢，搞了1个小时了，现在11点半了，开门。好大的风！我不能吃啊！你不能吃，你今天怎么说的？怎么发誓的？那不是我说的。姐姐可以坐一边去了，不要占位置啊。你们说什么呀？你在广州怎么说的？妹妹给大家学一下。他已经不承认了，他也不认人了。等我去倒立吃屎吧。这个比广州的贵，可能吧？考比个广州贵啊？考个钱要10块，60，一共60块钱。哇，这么贵！哎呀，肚子饿了没办法，这边上也没别的吃的。干杯吧，干杯！我待会该吃的好像要干完了，是你们肚子饿还是我肚子饿？你肚子饿，我给你称一下，但是太晚了。你不要吃，这么辣，你们不辣吧？不是很辣，好香！你我呢？不是，在广州那边，誓言旦旦的说，我今天晚上不吃，我要减肥。不行，你天天都这样的。再吃给我一巴掌，来。好，我明天真的不吃了，再吃我。你这老是明天的明天。以后他的话不能信了。你在我心目中已经挺辛苦呀，没有信誉可言了。信我，信我。看着你替我还房贷的办法，辣椒好吃吗？我今天允许你吃了，好吧？油炸鸡翅这锅还可以啊。不可以。3块钱一串，那豆腐也是3块钱一串。你3块。这个都跟广州烤的不一样，蒜都没包。第一次在中山吃烧烤。妹妹不是心心念念都说要吃烧烤吗？这我不欠你的了啊。好辣。这个不辣了。火腿肠和这个不辣。太辣了，中山也太能吃辣了。那不辣的豆腐啊？不辣，要不拿去洗一下。不辣，你们慢慢吃吧。再吃点吧。不行，受不了辣，这个太辣了，这个，这是辣的吗？这个是我们一人一个。
我们俩。嗯。我们两个。一人一个，因为他们两个一人一个那个鸡翅。把辣椒擦一下，行不行？你把这个。我们说。让我咬。我要辣了。啊。不太辣了。我靠！完蛋了。捡起来吃，没事。用纸巾擦一下，肯定。